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相机世界。今天呢，带给您的仍旧是2019全国相机甲级联赛的精彩对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内蒙古仪态队的洪志，对阵河南楚河汉界队的曹岩磊。和我一起呢，为您做其余讲解的呢，是特级大师王天一。亲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这盘棋呢，是出现在象甲季后赛的第一轮。就是六进四的比赛当中，内蒙古仪态迎战河南楚河汉界天伦队啊，天伦啊。然后这盘棋呢，应该是加赛的第九盘了。下了那么多之前是吧？在常规的比赛当中呢，20+5的时限当中呢，双方是打成了平手。然后在第一循环的加赛就是5+3，然后每个队要四个棋手轮番出场。这么一个赛制之下呢，又是打成了4-4，啊，等于现在是这样，不是突然死亡法了哈。现在这盘棋呢是开始突然死亡法啊，突然死亡，就是双方各派出一名棋手，如果说和棋，再派出第二名棋手继续下，如果说分出胜负，那比赛就结束。对，应该是更刺激的哈。对，所以呢，在这种局面下呢，双方也是派出了自己最强的，应该说是最强的，对，最强就是战斗力最强的棋手。而且在前边这个8盘的比赛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一盘出场的这两名棋手洪志和曹岩磊呢，都是分别战胜了各自的对手。对，都是2胜，好像我看哈。应该说也是各自队伍的这个功臣。OK，他俩在这个局面下相遇呢，应该说是，竞争非常激烈，而且5+3这么一个用时呢，确实也是非常的刺激。在你的印象当中，还有其他队能下到这个超快打平，然后再突然死亡的这个？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很少有，好像没看到哈。这么几年的象甲，很少有能下到第九盘的。是吧？而且我看他们那个前面那个打平的状态，都不是说四和的那种状态，对，还是有赢有输的那种哈。对，而且就是分出胜负呢，都是。这两个人取胜是吧？其他人好像都是下成和棋，只有他们两个人赢。对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局吧。兵棋进一，这盘棋洪志先手，选择了先人指路。先人指路应该还是蛮多的哈。对，相对来说他还是，中后盘的功底更为扎实。对，洪志这两年的先人指路应该说，下了很多很多啊，就是拿起来就走，你无论走什么，我都可以先人指路拿得出手。对，他的开局相对以三手棋、挺兵、跳马，或者说拱炮，我也很少见他的中炮，中炮会相对出现少一些，是吧？曹岩磊应对以这个足底炮，足底炮，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曹岩磊这个棋手吧。曹岩磊他现在是代表河南队。出赛啊！这几年象甲，包括从，他代表澳门参加世界比赛的成绩来说呢，应该说也是上升势头非常足。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他最顶峰的时候吧。对，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比赛当中呢，他已经能够给代表中国出赛的这个棋手造成比较。对，大的威胁，先后还战胜了或者是战平了很多的国内名手啊。对，也取得过世界性赛事的这个冠军。对，好像是国际大师是吧？他应该也是国际特级大师。国际特级大师，而且呢，他在这几年的象甲联赛的赛场上，应该说表现也是比较出色。比较抢眼。对，他的棋风应该说比较善于纠缠。比较纠缠。而且在布局当中呢。应该说也是经常会下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这个招法啊！我们看天一挑的棋局都是很耳目一新啊，都不是挺逆着，然后战术手段非常明确的那种。而且他的这个也有一个绰号吧，可以叫弃子大师。弃子大师就是他下棋应该说还是比较有创造力的，或者说敢于去冒险。OK， 对于我们棋迷朋友来说，其实更期望看到这些比较新颖的。对，我觉得他不落俗套的一些开局。对，下的棋可以说是不落俗套吧。就经常，而且弃子之后呢，反而有的时候可能会，好像激发了他的潜能一样。是。有时候在逆境中呢，会有更精彩的这个发挥。其实我觉得你的棋就挺不落俗套的。那相对来说，我感觉我的棋，像。弃子啊，这种就是说啊，那么拼杀的这种机会呢，相对呢，对他来说，就好像会频率要小一些出现。但我们也不鼓励棋迷朋友们没事动不动就去弃子啊。对，确实是以侧面说明他这个观赏性比较强。哎，对，那需要一定的计算的基础。对，洪志走炮二平五快攻炮啊，那这个时候呢，
曹恩磊实战是选择了走马八进七啊。马八进七这步棋可以说是早年来认为是不太好，或者说对，因为出现频率很少的一个。我印象中小时候学棋的时候，老师说这个马八进七不符合这个卒底炮的一个棋理啊。嗯，这个马从正起，然后被人车一平二吃哈、啊，还是先手。嗯，然后九路车怎么个出法又不定向。嗯，所以当时老师就说象三进五和象七进五就非常符合这个卒底炮。对。但是这两年我突然偶有看到高手的对局里面也有马八进七跳了。嗯，确实是。给我们普及普及。现在这个象棋的理念也是可以说更新速度非常快，比较快啊。从当然说从主流的角度来说，还是象三进五、象七进五出现的更多啊。对，破八平五呢，可能说也偶有出现。对，但是马八进七这步棋呢，逐渐的也是成为了一些职业棋手比较喜爱的选择。你有没有在大赛中敢于去尝试一下？我好像还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是我觉得这步棋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可能若干年前的理解呢，比如跳马之后啊，黑红方马二进三，或者马八进七啊，马二进三的话冲卒，嗯，黑方车一平二，红方拱掉之后跳马，黑方对红方跳边马。一般的理解好像在这个局面下我们更多的会想到台儿子车九平八，对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九路车不太好，对，但是你如果车九平八的话就被掉了，红方车二进四，对、啊、你这个就是这意思啊，你很难对这个卒呢是保还是不保，对，跑还是不跑，肯定是就缺乏掩护，对、啊、你这个卒跑肯定已经跑不掉了，因为你下卒的话最简单的红方是炮八进五一打，你对、啊、卒就丢了、就是啊、你如果不跑呢被白吃了，对，那白白被吃掉了，你又不可能炮八平九，还有击中边吧？炮八平九，对，那是有他连卒可能都不一定吃了，危险是吧？对、就是，你如果炮三退一的话呢？炮三退一倒是有，红方有可能会针对性的这个炮八进六给挤住，对啊、他会塞住你 啊。这样来说呢，你再狙击黑方好像不太理想，从开局的角度来说，我当时就是这么觉得。对，我从一直就这么认为的，所以当后来高手们走出这个马八进七来的时候，我还在那纳闷，是不是又出什么新的理念？对，所以现在理念有些，就是说随着这个众多职业棋手这个去研究吧，现在在这个局面下呢，黑方很少会再去考虑走车九平八了、嗯，而是呢可能会马进一或者车九进一这样出动。嗯、我们去。摆一个三象拱三兵的给大家比较一下他怎么来调三兵啊，你如果飞象啊，这样的对也是这样，足底炮之后你飞象、啊、对的，那红方跳 马再冲出车再拱过去，红方再跳啊，我们比较一下啊，飞象和跳马的区别。这个棋应该说目前来说可能主流的选择是车九进一，对、啊、它是有道理的呀，你再走车二进四的时候它会他在车九平四，那确实从阵型的这个巩固程度来说，那肯定这个拿象做根肯定是比马做根要安全的很多，是吧、嗯、对，我也因为你这个马以马做根的话将来总会面临这个红方炮八进五这种威胁，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用象完了你也不本身是不怕他炮五进四的、这个、对，就中间已经补了一手了，对，嗯，飞象之后你如果再抓我就车九平四过来，对，你吃了我就车四将把中兵护住、哎、将来拐角马跳边马它挺灵活的、啊、对，就是黑方阵型呢比较扎实，嗯，这样跳马呢确实总感觉呢好像一个中路欠一手棋，嗯，另外一个呢、嗯、就是这个马炮还是受牵，将来时机，但是你说炮八平九升平开吧，我觉得也挺那个挺慢的，对，所以可能我觉得这路变化呢更多还是一个出奇制胜、哦、啊，避开这个对方比较熟悉的这个套路这么一个，所以棋友朋友们要打算去使的时候 啊必须得稍微研究有素的再使，别什么招法都学来拿来自己试试，这确实，但是曹恩磊呢他一个是本身他就是一个乐于去尝试新变化这么一个棋手、嗯、另外呢他这路走法应该也是他也下过的采用过、啊、对、啊、也是下过，就是他肯定是自己也有自己的心得，对，觉得这路变化可以跟对手去这么重要的比赛，对，而且确实是在这么重要的关头又是这么快的这么时而且这么一个时间这么压力、啊、大家都看着你，你一个人代表整个队哈，对，敢出手也不容易，确实应该是对他自己来说应该是久经考验这么一路
变化，是吧？那我们看红方这里走G9-8，G9-8。我记得当时我在看这个比赛直播的时候，有棋友就问为什么不走炮八进五啊？对，我也想问为什么不走炮八进五？炮八进五其实变化也很直观。我是觉得塞进去很舒服。那黑方也只有打象，没有其他的办法。那你打了我就吃了吗？打了吃掉。炮打我就去吃了。这样你飞机在飞象，你点我对吧？就飞象是吧？你飞象，那我跳。红方可能会兵三进一吧，先把这个马活通。你觉得会兵三进一啊？对，因为你马，你这个马出来，将来底线总漏风。好，可以，我也觉得。兵三进一之后呢？他过车啊？可能会G9-4。那我会不会这样往这边过啊？就是黑方，反正虽然说出子速度可能会稍慢一点，但是呢，他吃了一个象。那我愿意下红的。对，可能，对从。我会对你过我就过嘛，我是觉得这个象吧，反正我的子儿都在这边，我不觉得那么那个压力大。对，我觉得应该从这个局面分析来说，还是红方主动，是吧？但是后期还有战斗，因为你必定少一个下场了嘛。这个战线应该说非常漫长，而且从红志的角度考虑呢，他可能也不一定愿意把棋局导向这个相对简单的这个局面，因为以他的风格呢，对，也是想。保留纠缠，对呀、这都是因为毕竟先手棋嘛，他如果这盘棋下和的话，那双方派上第二个棋手，那先后要调转，那可能、那他们这先手是抽的吗？还是事先就是从第一盘开始就定好、对、所以先手不容易啊，作为这个队伍的这个主力战将吧，应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有所建树，先手这是对的，一个有得敢承担啊，哈，对。那所以就炮八进五这种变化呢，相对可能对我当时是觉得炮八平，因为我觉得这招特诱人，比较容易掌控，但是可能他觉得不一定更利于取胜啊。然后红方是走G9-8出车啊，然后黑方走马二进一。其实我这个棋在这个局面是我之前下过的16-5。哦，不是，也挺看上去也挺正常的。对，然后黑方呢走G9-2抓我G9-8出来。G9-8啊。不像他不能补不起来，补不起来。这个炮呢也不能让压进来，所以G2-5。然后红旗在兵三进一。哎，你怎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兵三进一和G2-4的一个选择？现在压进去之后，你再G2-4，他这个卒肯定不会再给你了。啊，他冲下去之后，马上就要再冲。那我要G2-7掉。G2-7，他就是跳马，他也比较从容，你对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威胁。炮八平六对。炮八平他就交换，你比如说你这样下。我觉得这个是眼光比较能看到的。那他是交换掉。我就踩了。那他子力都出来了，而且你这个卒还没消灭掉，就是你车绕了这么一圈，实际上你没起到，我马也没起到特快实质性的作用，对。哦，那我还不如吊着他的炮是吧？对，牵制住他这边的，然后马兵三进一，准备马三进四出动。听明白了。将来有可能踩中兵或者马四进六。反正我是下棋时候有时候纠结这个G2-4和兵三进一的选择。对，好像两个完全不同的理念。对，因为。那就是具体局面具体分析，他这个车压进去了，实际上他车调到这边来，对这个卒已经起到了这个保护的作用，就别再弄他了哈，就把那块吊住，对，让他补不起象来。对，他现在肯定要平炮啊，如果想补象的话，那你平炮我就马三进四上了，那他再补象你换吗？再补象我可能就马四进六了，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棋呢就是另外一路变化了。那我先出车呢？这你下过的？对，我下过。谁后手？其实最早应该是蒋川和谢静就下过，但是后来我执先手也面对过，应该当时面对陶汉明特级大师，是吧？对，G9-8之后，黑方马二进一啊。这样，其实我后来想，是不是也要炮八进五的？但是再炮八进五的问题就是，你已经走了一步G9-8了，那有什么？再打象，你还得G8-7吃。哦，他还是打象。比刚才那个局面来说，黑方多跳了一个编码，那他还有点用。你重复了一点。哎，所以说你肯定不愿意G9-8再打，要不就直接打，要不然直接走，对，要不然不走，对。哦，所以他走的是，所以他实战走了一个兵三进一，兵三进一哈，然后黑的G1-2也势在必行，因为红方现在准备马三进四，其实黑方现在可以考虑走G9-6，G9-6不让他跳马，对，那黑方实战是走了一个G1-2。好，我们把局面放在这儿，棋迷朋友们稍作休息，看看这个棋局双方的六个大子怎么来在这儿纠缠，我们稍微崩一会儿，稍后回来。棋迷朋友们，我们回到棋局，看看双方之后的精彩对弈。
然后在这里呢，红方实战是选择了走炮八进四啊，封车。当然这个时候当然也可以考虑走马三进四啊。既然拱兵跳上去哈，对，马三进四他补不起象来。马三进四，对，其实黑方也比较为难。他会不会车二进三呢？车二进三，你真的踩了？那可有可能就要踩进来。当然车二进三的变化也比较有，我们来看啊，踩掉，踩掉，打掉，打了。那黑方必然要吃啊，不然这个炮将来吃了皮呢？吃掉之后炮八平五打啊。对啊。那黑方这个时候可以考虑怎么个？比如说走不行，车五退一。车五退一，或者说车九平，那车九平五不行，车五退一可能就得。车五退一我不理你。嗯，对，所以可能马三进四之后，黑方啊，还有一路就可能走炮八平九吧，好吧？嗯，炮八平九我会踩了你了吧？炮八平九的踩掉。啊、嗯，踩掉，踩掉。嗯，打了。再走车二进三。再走车二进三，那我也可以不理你啊。你吃了我还能平呢。对，切这个。比如说你补一个士吧，比如说你。我不，我切。抓直接抓这个吗？对呀、啊，直接抓这个我给你吃了。哦，因为你飞象打着车是吗？不是，比如说你抓这个，哦、我吃了，你打我就车五退一呗，是吧？你还得躲。哦、你躲开，反正我这个车就放在这儿给你吃。我走这儿行吧？那我就走一步别的，反正你打就打。当然可能也是红旗好一点，比如说车九平四，嗯，你打了我就飞了。嗯，我不打我知识，反正待会儿也打哈。那我将来补你总得打。对，总得打。嗯，这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红方呢能用马炮换掉黑方一个车。嗯，啊，就是红方马三进四也是一种可选的考虑哈。对，应该说也是挺诱人的，因为他补不起象来，啊、最主要的哈。那实战炮八进四呢？哎，那他是不是应该不出车先炮八平九平一个呀？他感觉动作也有点慢。是不出车，对，嗯，然后实战走炮八退一啊，这是实战，对的，炮八退一，让红方十六进。炮八退一是他设计好的，因为他觉得炮八平就可能有点呆啊，然后再打过来之后你还得补象。我好像哪儿还看过他一盘炮八退一的，嗯、当然具体情况、啊、对不太一样，对，好像有点印象，反正有点印象。然后红方先补士，嗯，这个时候呢，黑方走炮八平三啊。这平过来、退了就得平过来。对，在这个局面下，其实我感觉可能飞象会好一点，因为当然也是快棋啊。先不平炮。这个时候红方有一个就相对啊、比较好的一个战术手段，就是先打。车九进一，车九退一。你不管进一退一，你这车八进七，将来就有可能走车八进七，啊，你或者你补士，补士呢，我也可以考虑先不抓，我先车二进五，把这条线。对，我老觉得车二进五将来再车二平六过来，嗯嗯，这样其实黑方这两个炮挤在这里啊，比较难开。他没留神，他得炮八进二吧？对，应该是，但双方应该是都没看见哈。所以呢，红方实战走马三进四。所以你说象三进五，他再打能炮三退一退一个？对，因为你象三进五就先不过来的话，你打我这个炮随便闪，我闪到这儿也可以啊。我知道、我是说你打过去他再打你炮三退一能退一个，但是你现在退炮人就直接上去了，那等于就还原了，我可以再平过来啊、就你对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的，这有点小细节啊，请朋友们、然后实战走马四进六，嗯啊，然后红黑方打线打了。其实这个棋当时我就在看，其实红方车二进七这步棋挺厉害，车二进七他会不会就升看上啊？估计是拿炮看吧，因为你过来抓马的话，我马踩象，对，对吧？马踩象之后的变化呢？那吃还吃着象呢，后面。马踩象，你象吃我车吃，你肯定不好。对，将来打中兵，还有打边兵。你也不能不吃啊。不吃就是走这个。那不又试？啊，不吃，但其实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哦，他打中兵了。对，打中兵都抽了。哦，这样是能不能吃这个吧？差不多。这个他也只能吃这个，因为这样有个出将能看住。啊，这他不炮八平三了吗？这样炮八平三不飞了吗？哦，不行不行，看错了。嗯，这样换了。这样换了。换掉之后呢，红旗再炮五平一啊。这样红的好。对，经过一个交换呢，应该说红方优势呢、有所扩大。对，这样应该挺明显的好一点了。对，车二进七呢，确实应该是比较对黑方非常比较大的一个进攻的手段吧。他没看到是吗？威胁比较大，他怕他、他有没有不可能车九平七看上吧？对，当然如果说直接过来，你如果再进炮，我再打的话，
比实战效果要更好。聚二平三，你聚二平三，我再破发平七，待会儿跟实战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车已经到了。对，车已经到这里，车吃着马，这边又交换着。后来是车后来到的。后来是拿炮这样来打。哦、对对对，炮八七一的。对。哦，那我们骑兵朋友们往下看啊，就能看实战是走的炮八进一打，用局面复原、他是先走的炮五平八打车，平车之后再炮八进一打。但是感觉上这个棋黑方这个阵型还是那个马有点问题的。对，主要是黑方这个调动之后打了一个象呢，而且它有点慢。主要是红方这个车实际上把它这个炮拖住，对，关死了，对，它也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是在这里呢，黑方走炮三进一是不太好。导致之后丢子，他应该车九平四。对，我看的也是车九平四。这样弃子，你如果打过来，打我们演变一下，我吃上来，你再打，我车四平二，吊住。这样呢，对，吊住。你如果平炮对车呢，我将来就交换，换车之后你这边子令，车三还能平二，对，炮三还能平一，对。那将来呢，我还有可能车二退二来围追你这个炮。那红的不能这个车帮帮忙吗？其实也很难帮他，你最多是车二进二防守一下。对，我是想帮忙。但是你车二进二呢，我没找着线。炮三退二一打，这样也挺别扭的。对，我没找着线了，我过不去啊。对，所以说就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这样红方虽然说多一个子呢，但其实局面审二十秒，看看这个局面。不太容易把握，不太好动哈，子儿有点偏是吧？对，就很分散。我估计可能最后只有对车接受了。对车你吃了，我吃了它，对车的话我吃上去，车三平二一出来，还有可能车三先平一再车一平二呢。我就直接抓完了开炮，这棋红的都很难防守。马九还退不了七哈。对，车炮兵了。是双炮车双炮组了。这组也挺大，控满了。是， 所以说这个棋车九平四的话，其实红方。不见得有太大便宜。那你揣测揣测，他为什么没走车九平四呢？因为确实是快棋，五加三的时间到这里，可能双方都。其实朋友们对这五加三啊，就是那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而且到这儿都估计陌生的都已经时间都已经紧了。现在我估计应该还有两三分钟的样子。我觉得都不一定了。对，所以眼光招吧，先炮三进一顶住。确实也没注意，红方正好有一个炮八平七的这个手段，挺巧的哈。对，等于你这个底炮要丢，主要是。对他挺巧的，把他关住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设计吧，可能些许哪儿还能改进，或者些许哪儿还不够成熟。对，是吧？可能还是有点儿有点绕。对。然后绕完了，这效果也没有那么明显。不明显。对。现在没办法，黑方被迫弃子，炮三平六打十。炮三平六打十，这样他落了。是的。炮三进五打掉，这是被迫弃子了哈，你认为？然后炮他先捉了一下，他应该是他先捉了一下啊，先捉对，然后炮三退一，对，然后他才再炮打。这个弃子之后，这个交换车二进二，对，这几步棋其实红方走的次序还是很紧张的，对，马九一吃，卒三进一。实战呢，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啊，不要马去吃卒。你如果吃卒的话，黑方吧，对，马三进四跳上之后是个先手，而且你这个马的位置。很难定位，对，进六进七进五的，进六他车三进四又一注，就是啊，你要回防呢，那黑方借这几个回合，应该说把双车马都投入战场，你缺单士象，应该说他有虽然说多子，对，但是也是挺大顾忌。对，亲们朋友们，那个天意特大提醒的对啊，我们就特别容易下到这儿多个子儿，赶快先吃了吧，对，吃，他先稳点儿，对，反而让对手有反扑的机会哈，是，实战走车二平六，当然说更严谨的走法是车八平六。对，我后来想，这俩车绝对有区别。对，因为那个车还能保留别地儿呢。没错，就车八平六，一个是它主要目的是想控制这个马三进四的线路，但是它肯定是想八路车往前点的。其实没地方。对，保留二路车的目的是将来对这个炮它有一个掩护的作用。因为你两个车马都跑到这边来，其实这个三路炮在这里多少容易受到攻击。我理解他后来就是想孤注一掷的，我就两个都往那边怼了。但是这个棋明显黑方的，这是黑方的背面，黑方将来士六进五之后，我当时也是在想这两个车。对，实战走车二平六。后来炮被捉了哈，你要是那个车还不一定说我非得要过来。对。就是保留这个车在这里，将来炮三平二炮二退一，这个就线路比较清晰。对，然后黑方走车三进一。那你当时觉得下到这块的时候，你觉得红棋的优势有多大呢？红棋优势其实还是不小，挺大的了哈。但是快棋有时候就是一步之差，包括到后面
也就是一步之差，有可能优势瞬间就变成败势，秒没了是吗？然后G8平六出来，黑方补士，快棋啊，这就是快棋。然后红旗走了一个，他踩，他踩马六退七，马六退踩了，黑方马三进五。天一，你快棋怎么又走过大勺？也会有，多少也会有，当然虽然说可能不那么常见嘛，但是也会有。这个时候红方就是走了一个等于有点方向性的出，走了一个马七进八。他能，你的意思是他能马七进六？其实他应该马七进六，对，往中间跳。往中远跳哈。对，虽然说把这个他当时进八可能不愿意把这个车路挡住。对对对。但是跳下来首先呢，把马夹住，下一步要兵五进一捉死你，是吧？你如果车九平七的话，对啊，那有个道理。我炮三都平二也行，但是平一更好。哦，还能踩中象、踩双车呢哈。下步要下底炮。那他再平，再平，再我对我一个是就还可以回到这里看上兵。对。然后黑方如果进车，我就进炮打。闹事不行，进炮打踩象了，只能上士。对，上士。上士我马六进八，弃子。就给你吃了，我这样杀穿了吧？对，这样的话杀穿了。车六平七，黑方比较难受。杀穿了，下步车六进八点死了。但是车九平七之后，可能红方车六进六，后边也有一些细节的这个操作，但是肯定是红方优势。那肯定是这边空门了哈，人家杀出来，你没杀出来，那他会不会，先车三进三把你扳住呢？但你来不及，因为我说了，这个马上就要冲兵捉死你马了。哦，你再走，他不是先手了哈？你跳到马七进八，他吃你是先手。马七进八之后呢，黑方抓，你平炮再抓，对吧？这个时候红方退炮应该说是败招。他应该再回来吧？他可能应该往这儿来，会将来总保留有可能下底炮。我是觉得他再回来先把那兵看住。再回来也还好，对。回来可能也反正你不能老抓我嘛，也可以考虑，但回来可能黑方就车八进五了吧？那不一样了，那我兵五进一顶你了。那你再走，我还能车六平五对车呢。对，他等于是想回来呢，炮把自己吊住了，安全一点。反正但是就是说，他忽略了这个马位置不安全。他没他如果马在这里，其实他炮回来是没问题的。那人不踩了？踩了我就让一步吧，就至少还好。让哪儿？我就平一也没事，但是这马在这里，就黑方这一抓，就尴尬了，尴尬了，太尴尬了。这个马不好进，是马上可能就马上就要丢啊！你保呢，黑方再一踩，不是这等于是这个被吊住，那个也被吊住了，全都那个四处被吊住，不好使劲了。对，等于就刚才一个子弟都在棋盘中央这么一个结构，现在被割裂了。红志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吃完子儿以后，略微有一点心理波动了。对，确实就这个棋，因为时间太快了，可能就是而且一个小错误，少是少象的，可能还有点顾忌。对，有点顾忌，是吧？等于现在呢，炮二平五，但黑方走的又非常精确。刚才弃子之后，黑方步步精确，反而。红方走了一步，如果红方正常把握的话，红方优势。对，但是就这一步棋马进八，导致呢这个棋一下从优势变成败势。这种棋就是反而黑方好看了。对对，因为黑方就往里进呗，进不了，反正我少个子嘛，我只有往里进这一条路了。对，那车八进八一点之后，红方打中兵也来不及，打中兵，这边动作太慢啊，他吃掉之后，而且这个马呀、护住肋道了，对，他将来随时出将。你这边来不及做啥，这边怎么都动不了，你这出将基本就绝杀了，对，人还能退车出将什么的都行，对，所以到这里其实车八进八一点之后，这个棋就已经对胜负一分，然后红方实战好像又走了一个出将吃象，然后他先跳了个马，然后他退炮什么吃象，就这样吧，就 是大概就是出帅吃象，对，然后这个棋后边就确实是没法防守了啊。等于就是下这盘棋呢，应该说红方从开局阶段呢，其实下的非常的积极主动。对。但是在这个中间，确实局势比较复杂情况下，双方时间紧，都没有走出犯了一个对马七进八这么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错误，导致这个一盘比较好的棋呢。好，棋局那我们今天就给您讲解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谢谢。